我是真恨这日本人啊！你看丫那模样，我就可气啊，你知道吗？戴你妈屁股帘的帽，还哪儿他妈不留胡子？这非得这儿留他妈一撮，留他妈一撮胡子！操，你还真不是他魏哥好看呢。妈，魏哥那回留着大胡子，跟棋牌室似的啊，你知道吗？大家好，我是紫禁城下的胡同。这一期呢，听天南马哥说一下日本核污水排海这一话题。马哥用自己独有幽默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看法，话糙理不糙，我想表达了广大百姓的心声。好，让我们具体来听一听，精彩不容错过。正位，马哥好，紫禁城好，好。这个日本这个核污水排海这事儿，您得说说。他这污水啊。说不是今天有的污水，对呀、啊，十多年前是吧就有，对呀、啊，他是那次那个地震，哦，地震就是把他那个核设施啊，啊，给震坏了，震坏了，震坏了，他的水啊，就在家那个池子里啊，对，囤着，没错，囤着压没敢造，对，没敢造啊，是吧？他在这囤，那就囤着吧，他现在想排。海里头想排海里、啊，这不就装孙子吗？你说这嘿，真是，你说这是不是啊？而且，底下也说他这污水啊，自己啊能够处理，能处理啊，但是得用钱哦。他能处理，他有这能力，你知道吗？有这技术，但是这成本高，他舍不得花钱。丫舍不得花钱，丫有钱呀、啊，丫可以军费开支，嘿，你知道吧？啊，买飞机买坦克吧，这个东西就是为了。制造核武器呢？哦，你知道吗？这也就是老美啊，那意思，他听他的话，这不他那老美是他爹吗？啊，对，得听他的话啊。他就这些年就没从事这个核试验什么的啊。其实那核，他打着名义，我用这核啊，我是发电是怎么着？他打着这个，正好赶上那回地震，给俺那个福岛这给这震坏了。对，现在俺这个核废水呀得排。对。啊，排以后呢，谁都不听，你发现没有？人底下网友也说了，那一阵儿为什么是十多年前他没排啊？啊，就是美国呀，不让他排。对，人底下那么说啊，美国不让他排，为什么美国那时候不让他排啊？为什么呀？美国知道他这一排不要紧啊，就得污染海水，污染水产品嘛，反正这楼子大了，对，人也得得病，你知道吗？人说得得什么白血病，癌症，各种癌症，反正这都有。对，美国呢，现在的为什么这段时间允许他排了呢？美国现在也没说彻底说你允许你排，但是美国默认了。为什么默认啊？他们华什么瑞啊？那制药的辉瑞，对，那个药研制出来了，现在嘿，为了卖药，你肯定他这一污染，这人就得得病啊。对呀、啊，一得病你就死去吧，你弄什么药你也治不了。美国不应该怎么着？像这方面啊，现在有药了。嘿，哎，你这污染，我卖药。哦，哎，你就跟那着火，我卖水。他这里有这个意思，这串通一气了。串通，所以这是得有一说什么，什么都有利益集团。真是，你知道吗？连这、那个，连这德国这个，也不发生了，也不发生，也北约那边也不发生了，对，美国也不发生了，韩国也不发生了。说韩国这尹锡悦啊，和这个日本这个首相，这日本首相，他们说这俩是一家子啊，一家子啊，说这俩因为这俩长得他们也一样，所以他们串通一气呢，肯定污染的就是咱们这个太平洋，对，离咱们是最近，对，你知道吗？你要是说，其实美国他也受影响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这一撒进去以后，说那里头有好几多种元素，咱也背不起，咱也不知道。说这有几千年都这污染啊，没错，都除不清啊。所以这楼大了，那咱怎么办啊？咱得抵制啊。对呀、啊。咱外交部咱这人也发言了，嗯、咱现在只能就抵抗那什么日本的这东西，咱不买啊。尤其这水产品，先说是吃的，对，你知道吗？吃的首先你要买了以后，影响咱们身体。对。其次啊，在别的方面也对也有进行抵制，连日本的什么东西也别买它。没错。现在又想起来了，哎呦，有人说这日本一去日本吧，哎呦，日本人那个这卫生也好吧，自觉性吧，买东西也好吧，撒由那拉客气似的。你说他妈的，他妈海里他妈撒毒啊，这
跟他们这怎么比啊？这纯在这装孙子那边，嘿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这是毁坏这整个灭绝人类，对，是不是道理啊？你还假惺惺的和你们国家这个这拿这个服务态度什么的，车好啊，那好，都他妈瞎掰。真是，你敢离咱们的中国也离咱们中国这个海洋啊也近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说用不了多少天啊，咱们这尤其这个咱沿海这一块你知道吗？直接受影响，嗯，肯定得受影响。所以呢，这事儿怎么办啊？就是以咱们的他撒了，咱也不能在他们家那儿呢，咱也不能说咱不让他撒呀，他非得撒就撒吧。对，那怎么咱得做出反应来，是不是？咱得抵制日货，哎，你知道吗？不仅是吃的，咱别的就不说了，这日本的东西多了，也让他垮台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咱不买他东西，什么都不买，包括他妈汽车，你知道吗？不买他的，而且咱们现在的国产车也相当的棒，对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事儿呢，我就看这就例子，等着看吧。反正这东西不是一天半天的事儿，对，你知道吗？他现在24号撒的，啊，是吧？他说弄了一个管子哈，啊，对，100多米的管子，他就往里撒了。但是这一点呢，咱又怎么看呀？这是他公布了24号撒，啊，他不公布呢，真是。他要不公布，咱也不知道啊。早撒了呢。啊，他早撒了。他这公布就是跟着美国，我说了，不是说给他们拴对儿啊，伢就是听美国的话。美国让你撒吧，嗯，啊，24号撒，24号中午11、12点过后开始撒，哎，别一下都撒了啊，哎，撒一看，撒一段，先看看大家伙什么反应，嗯，是吧？要反应要强烈的，他也就停了。是吧？都有压力啊。对，一看没多的压力啊。哎，再撒点儿，要反正得撒一阵儿了。撒30年呢？我操的，咱活他妈30年嘛，你知道吗？那就没办法。咱再说一套啊，这是他们家的事儿啊。咱只有说抗议啊，抵制。咱们怎么抵制啊？就是说那意思，我的就是那意思，不买日货啊，你知道吗？这又是掀起一个这小日本这孙子真是不人揍的，那么造事儿，你谁么国家有事儿吧？你看这俄乌战争，他也参与一股子。对，你知道吗？这开始又撒毒，嘿，你看跟俄罗斯他这也有他的事儿啊，他就闲不住，让伢作吧，真是30年了，再过30年，也许日本就沉了呢。伢这个不在岛国吗？对，是不是？那不还是给伢淹了，伢就老实了。嘿，你知道吗？你撒吧，全撒了，那给你伢埋了。啊，早晚得遭报应。这日本那时候我也说过，跟谁交朋友都不能跟这日本交朋友。嘿，真是真不够揍，你知道吗？这次我是真恨这日本人啊！你看丫那模样，我就可气。你知道吗？戴你妈屁股帘的帽，还哪儿他妈不留胡子？这非得这儿留他妈一撮，留他妈一撮胡子。操，你还真不是那魏哥好看呢。妈，魏哥那回留着大胡子，跟棋牌室似的。啊。你知道吗？外哥这一化妆，要不就像厨师，要不就像画家，是不是？这瞎聊，你知道吗？日本人真他妈不够揍，丫就想灭绝人类，你知道吗？好，得，谢马哥。日本核污水排海的确对人类造成了很大的危害。这马哥说的解气，我相信大家听着也痛快。对此您怎么看？欢迎大家留言评论。